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疫情在家已经闷坏了？没关系，因为我看最近红什么，所以我活过来了。记得订阅最近红什么，加油，防疫撑下去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最近红什么？今天我们要玩的是谁是卧底？香香，游戏规则是什么？游戏规则就不用再多讲了吧。通常会是说，那我们废话少说。那我们废话少说，游戏开始。哦天哪，我好不舒服哦。太糟了，我今天如果输了，我全怪你。好，开始。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一定要有的，不然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痛苦。嗯哼，好。这个东西，如果我们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，通常都会有夹。如果没夹的话，我们就觉得啊，不好吃，不好吃。这个东西呢，太过量的话，对身体不太好。我来聊聊颜色好了，白白的，半透明的。这东西呢，好像刻板印象嘛，会觉得就是女生就会。加的太少，然后就被嫌说难吃。哦，被婆婆骂是不是？对，之类的。怎么会有这种印象？难吃。我觉得刚刚讲下来都很像，对，还蛮接近的。我水包要丢小李，我要着重听他发言。这个东西呢，它在大海里面会有。这个东西通常食用过量的话会口渴。这个东西碰到伤口的话会痛。如果我今天是一只阔鱼，它会把我杀了。这个东西呢，如果加在水里面，然后苹果泡在里面的话，苹果不容易氧化。已经在分享生活常识了啦。要来怎样投票吗？差不多，直接传给那个吧。总觉得卧底已经知道答案，因为太明显。我觉得，对不起，我想问一下小编，一举两卧底，我要直接投两个人吗？投是两个。投完了，我也投完了。啊？哦。为什么会抓到我？是因为阔鱼吗？其实是这样子的啊，这样回家去思考为什么上次会输，我一直在想，我想不透。你只要不管你是什么角色，你只要讲的够自信、够笃定，就算你是卧底，平民听到你这么有自信的讲法，平民就会觉得自己我是不是卧底啊？我来变一下好了。听完第一轮之后，我觉得大家都是盐巴，然后小李是出去外面吃东西，所以他是味精。我一开始就知道我跟小李是卧底，然后你捅我一刀，我水包要丢小李。没有，我投给丫丫跟香香啊，我知道你有丢水包给我，丢水煎包。我想要检讨一下为什么我被投票。你把阔鱼这个很明显的东西丢出来，就很像在秀说哦，我已经知道你们的答案的感觉。哦，对。竟然讲什么都对啊！哎呦，但是卧底还是获胜，卧底还是获胜了。第一局卧底获胜，第二啊，好，顺序一样嘛，对不对？生活中会遇到，然后可能也会吃到，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反正我不爱吃。主观，太主观了。我第一个就票你。哎呦，你吃的东西有毛。反正我不爱吃。你不爱吃吗？你爱吧。都是性骚扰，都是性骚扰。这个东西主要都会是仰赖进口，台湾少，也是有，但是主要是仰赖进口。这个东西如果要吃的话，要特别出去找。既然一号都讲了这么主观了，我也要讲一个主观。我特别喜欢吃日本的，因为日本的又大又甜。也是有毛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我不知道。我们现在要禁止开黄腔。哈哈哈三个人分享吗？其中一个相机。这个有毛的东西哦，吃起来可能怎么样？会酸酸甜甜的啦。你讲好像广播哦，你。好，下一个。我觉得白白是谢阳喜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，有一首歌里面有出现过。我没有，我们都知道吧？对啊，没有我们呢。我们都知道。有吗？哪一首歌有唱到？你的年龄比我们大，你可以说我们呢？
现在是卧底的自爆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唱过你喜欢吃，哪有各有蛋蛋讲出来了？他不喜欢，他不喜欢吃的。你不管，你这个蛋蛋他没辦法救，他不喜欢吃的。蛋糕上面也会出现这个东西，而且通常都是蛮热门的。我之前去气味展的时候有闻到这个的味道，然后我还蛮喜欢的。咸鱼吗？是。天哪，好可怕！这气味展咸鱼臭的太可怕了。咸鱼酸菜。气味展还有那个，还有放了十年没洗的汗味。我的天哪，从听觉影响到嗅觉。我讲一个稍微关键一点的啊，因为我猜卧底的应该也是类似的，所以我要讲一个可能会区别开来，就是 我不是卧底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怎么会这样讲？你怎么能笃定？对，这样东西它会放在罐头。嗯，那也没有很关键啊，一定没有另外一个罐头。这个东西呢，有人会带皮吃，也有人不带皮吃。但听说带皮吃会比较健康。嗯，原来榴莲可以带皮哦。好，来投票吗？我猜西洋西是白板。那我那么聪明的白板。看你最近吃了雄心狗。哦，对不起。好，请解答，小编。没抓到。在答案公布之前，丫丫你猜是什么？我猜是水蜜桃。哦，那你猜卧底是什么？我想不到卧底的东西。你想看看？阿妈的头。天哪！对啦。西洋西，你讲的也太像奇异果了吧你？可是西洋西说那个带皮吃不是吗？水蜜桃奇异果无法，奇异果也可以带皮吃。啊？有人说比较奇异果可以带皮吃，会加速。太奇怪了。我已经知道卧底，那个奇异果，然后我怕我知道我一个人是水蜜桃，所以我说的很奇异果。哦，就是这一种。你打制作打反，对，结果让卧底活下来了。哦，可恶。对，西洋西你是对的，你刚才说你是最聪明的白板。好，下一局，下一局。哦，还有三。轮哦，好久哦，来剩最后一轮了吧？我们两局都没抓到卧底耶，一团糟。第三局只有一个卧底，白板数保留。又要乱搞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日常生活中蛮常用到的，这个东西不大。好，下一位。这个东西吼，它的速度哦，白板是咻，这么快，这么快哦。白板修一个哦，谁是白板还不知道哦。对啊。下一位，这个东西很大很快，有点尖尖的。蓝鲸。嘿嘿，也没说错，有便当。你是号召灵眼的人，对对。来，娟姐那边发的过来一下哦。那个李妈妈那边的发来来一下哦。来这边有便当。太少了，我不要啊，五百太少了。那你回去啊，我不缺你一个啊，你就背。你要说有便当，我就答应了。有便当，有便当。哇，可以啊，什么时候？这个让白板会啼笑的啊。好，换我。这个东西哦，我真的很想要做做看。讲完一阵沉默。没事没事，你就让他秀嘛，你就让他秀。啊、我真的很想看他看啊。好，来白板秀一个。其实平常我们不会去，平常我们不会特别去用到，然后是两个字。哦，你的是两个字啊，好，下一位。原来你平常不会用到啊，动不动你是怎么？哎，对啊，哎。通常会听到这个声音，啊，音不准，你不能说什么。好。好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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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蛮不准的。香香，我们做过。相信你完了，你们搞不好我才错的、啊，只是我想要抛一个明显一点，因为已经第二 round 了，好像是对西洋西开黄腔，还好我是女生。天哪，女生也可以哦。我靠，我完全想不到能讲什么耶，很快的交通工具，没了，我真的想不到能还有什么可以阐述。刚刚说我想再答一次嘛，然后我现在想说我想在吃上面的东西，上面卖的东西。投票吗？哦，好难哦！相信你回答的很精彩。我一直在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卧底了，我一直坚信到最后一刻。哎，哦 ，PK 哦，来吧，再各讲一次。啊，快呀、啊，快想啊！李俊逸，快点啊！你为什么不说话？跟自己对话？神经病！好，我知道了，卡纳赫拉。啊？知道了。讲个卡纳赫拉
所有人都说哦，我知道了，讲的好像我就是卧底一样，我解你龟算了。不一定，我讲解你龟好了。它是一种一列一列的交通工具，但是它不是台湾最快或者是很贵的交通工具。好，进行投票。等一下，红色让我好动摇哦。等一下哦，哇！另外一个是高铁，是不是？小李讲卡纳赫拉的时候，我觉得卡纳赫拉是他故意说的，我要选小李。达尔一讲完他的言论，我就啊，我发现我跟小李是同一个阵线的。我一直坚信到最后一刻，我才知道我自己是卧底。一节一节，我要猜一下，我猜磊包跟香香都是白板，然后小李跟丫丫是高铁赛点。香心，你是不是以为是飞机啊？你还在那边说那么多？没有啊，我真的以为就是高铁啊。我说我很想搭。谢香心说他很想吃上面的东西，然后小李一直笑说你的表演很精彩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小李的答案是捷运，因为捷运才哦，有道理。超尴尬，白板第一个是超难的啦。你可以直接说大野狼啊，所以我乱掰啊。啊，恭喜第三局抓到卧底了，抓到了，当两局卧底。那个我们大家如果想要再看我们怎么拍什么主题，可以看第二局。有毛的东西留言起来。我的天哪，天哪，漂亮，所以。好，拜拜！我要留言国王企鹅，拜拜！现在你准备看到一堆毛蜘蛛吧？